少年先生，今天是你来接我放学吗？是啊，想不想吃水果？多久没看到校门口水果摊了？我请你们。但是你不能追究王老师。为什么？你不会是？尤佳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先生，你的手，我的手已经好了，不仅好了，还可以动。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看一下？好啊，走吧。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。谢谢你，刘佳子，你的发夹很漂亮。这么快就要走了？我刚刚以为我交到了一个朋友。